欢迎收看《北京人在里斯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请您记得点赞、订阅、转发，并且点亮小铃铛。其实我好久啊没有跟大伙儿像坐这儿这样拍一个节目了啊，因为这个前一段时间不是那个我们的餐馆开业了嘛啊，也比较浪费精力啊，也加上平时呢。就是一忙起来啊，就是周末就直播，直播，有时候拉着丢丢说说呀，拉着冰糖主聊聊啊，聊聊什么时事啊，聊聊葡萄牙的新闻啊，聊聊最近的事儿啊。完了，有一些那个我们的观众朋友会跟我们留言，有一些不清楚的问题会跟我们在网上互动，在直播的时候啊，其实有点糊弄，有点糊弄啊。但今儿呢？其实也不是今天了啊，前几天一直在想，因为一直有一些观众朋友给我留言跟我说，就是问我说这个华人啊，新移民到了这个里斯本生活究竟应该做点什么，所以我深思熟虑呢，我们决定开几期这个关于这个创业，关于就是就业吧，不能完全说是创业啊，就就业问题呢，我会开展开出几个节目啊。今天呢就跟大伙说说，如果您来葡萄牙创业啊，或者就业，就是说，因为我最近不是开了个餐馆嘛，就跟大家说说，你是不是适合可以开个餐厅啊？这餐厅有哪些细节？所以今天这个节目呢，就属于创业之餐饮篇啊。对，但是呢，你说这个创业也好，就业也好，那咱们不能，这个一概而论，为什么呢？有的人是这么高精尖的那种知识分子啊，稀缺人才，比如您会做原子弹，那你这我就跟您聊不了啊，你知道吗？我只能跟您说说我北京话叫我眼巴前这点事儿啊。今天不是说这个餐饮篇呢，所以呢我就跟大伙儿讲讲我做餐饮的心得，而且我对这个方面的了解。后续呢我还会跟大伙儿说说这个零售业啊，包括这个有一些其他行业，比如说这个种植类，因为有的朋友不是也在做这个农场啊，有做什么发豆芽的呀，有种菜的啊，到时候咱们回头在后边的节目咱们再拍，再跟大伙分享。今儿就说这餐饮。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讲啊，因为我们海外华人，你可以什么都可以欺骗你啊，或者说你可以欺骗所有人，但是什么你骗不了呢？就是你骗不了自己的胃，对吧？因为咱们在中国长大的人啊，你肯定是对这个中国的这个美食是有需求的啊。就像我第一次登陆葡萄牙，当地接待我那个黑移民中介啊，他就说那个大哥您能吃西餐吗？我说我能吃西餐啊，我说我挺爱吃西餐的，我说我在北京的时候时不常就跟朋友说这儿吃顿这个西餐，吃顿那点西餐，北京西餐资源也挺多的。但是后来我发现不行啊，我在这儿就短短的4天，因为早中晚啊，早餐在酒店西式早餐，中午西餐，晚上西餐，我吃了3天4天嘛，我就受不了了。我说现在谁要给我泡碗方便面，哎，我都高兴得不得了。哎，所以你欺骗不了自己的胃。哎，当然有人说了，说你不是生活的品质还行吗？对，我实话跟您说啊，其实我不开餐馆，我的生活也衣食无忧啊。但是为什么还要做这餐馆？哎，就是有一些我的心得，就是我在这儿这个连续已经住了5年了啊，就这没不到5年，4年多我也没回国了啊。我这天天的游山玩水啊，包括我们拍那些视频节目，那也是大伙儿几个大哥呀朋友啊，我们在一起很开心的做一件事，也其实也是玩，也没拿这个我们这个节目频道啊做一个盈利的一个项目来做，对吧？就是其实看过节目的人都知道，我们从来没说去涉及一点房产啊中介啊。虽然有人污蔑我说我以后要做黑中介，要做移民中介，说我要做房地产什么的，没有啊，事实没有啊，以后现在没有，之前也没有，以后也不会啊。因为一碰那事儿我就不纯洁了啊。好，这个一说就说远了，说这个餐饮啊，就是我玩了这么多年，后来哎呀实在是无聊。哎，最近这个3星期了吧，咱们开业哈，3星期，这3星期我们过得还挺开心的。为什么开心呢？别看有时候挺忙碌的，早上起来
弄这个，弄那个，客人来了端端盘子，有时候人手不够，我也去后厨帮着刷刷碗。哎，有时候我们一起跟就是镜头后我那个朋友啊，也是北京来的，我们俩啊开着车去买个肉啊，买个菜啊什么的，过得挺充实啊。而且呢，我们餐馆还是也是盈利状态啊，这个是肯定的。而且如果看到这节目，尤其是来我餐馆品尝过我们餐馆这个食品的话，食物的话，好像还没有真没有说我们这做的有多差，都说我们这做的挺好吃的，而且价格也比较公道，对。啊，今天说呢，说这个做这个餐饮，因为有很多像我们那个群里啊，有很多那个准备来，或者是正在来的路上，或者刚刚到，现在可能正在忙，怎么什么录指纹啊、拿卡呀、办什么税号这些事儿，但是忙完了的话，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做点什么啊，对吧？最差也会像我这玩几年，你玩烦了吧？对，就是说这餐饮，做餐饮呢。我就是跟大伙儿分享几个经验啊，我先说这个，你要做这餐饮，你首先要具备哪些事儿，而且你要做哪些手续，优势劣势我都给您讲讲啊。这通过我的这个分享，您就知道，在葡萄牙，在里斯本啊，因为在其他城市我不熟啊，只能说在里斯本，您就知道做这餐饮您需要做哪件事儿。好，咱们一步一步说，先从法律上来讲啊。第一，你要想做一个餐饮。不是说你一拍脑门说我开饭馆吧，那不是那么简单。首先你要有一个注册的公司，对，你可以找那个财务公司，中国的财务公司就可以啊，因为咱们这儿有几家中国的财务做财务的公司，哎，他们的葡语也很好，他们会呢，你首先要找到他们，然后让他们先帮你注册一公司，你可以独资，你也可以说三五好友一起来啊，这个就是看你们个人的这个喜好了啊，或者你们自己的关系怎么协调。注册完公司，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哎，你有人说了，说，哎，你为什么不先找地儿？先不用，先有公司，公司先注册上再说，因为公司注册也有一个时间，但是很快啊，而且注册费也不是说有人传说说像国内得注册资金多少，没有，没那么复杂，几百啊，好，反正超过500块钱。我忘了啊，反正就反正超过500块钱，你就能把这个公司注册了。有人说了，我没身份行不行？我告诉你可以，只要你有护照。我说的是中国人啊，除了说你有这个本地的居留卡合法身份以外，你说你的身份没拿到，你能不能？可以，你拿着你的护照一样是可以注册公司的。你注册完公司呢，这个时候你要做一个思考，你究竟是做哪些吃的，哪些食品。啊，还有就是你的选址的位置，啊，还有就是你准备投入的资金量。对于新来的华人呢，我个人建议啊，你在这方面你可以多做点研究。比如说呢，像我们这儿很多朋友说，来这儿做生意就得做老外的，对吗？对，没错。为什么呢？因为华人少。哎，你看我们这儿最大那个餐馆叫老房子那中餐馆，那楼上楼下的投资量很大。他们那个主厨谢师傅，那是咱没得说的铁哥们儿，他会不会把做一手好的中国味的川菜？我告诉你，他太会了，对吧？他做干了一辈子这活，他能不会吗？但是他为什么做那菜有时候咱们吃的不正宗呢？因为他是纯做老外的，就是做葡萄牙本地人，所以他就不能做特别辣、特别麻啊，就是咱们中国人吃就不太地道。你看我去那吃饭，我到时候后厨到跟谢师傅说。我说我在几号几号包间啊？你给我好好做饭啊！哎，他就给我做的中国味啊，中国的味道啊，哎，对，就是说这个，就是你想做这个餐饮的话，你想你做的是哪类的餐饮？你是面对中国人还是面对外国人？哎，刚刚不是说吗？面对外国人是对的，但是呢，其实你如果投资合理，选位置合适的话，你做一个小档口，哪怕啊。就是中国，因为我是北方人啊，其实这个北京跟天津离挺近，哪怕你做这煎饼果子，这天津的煎饼果子啊，其实天津的煎饼跟这个北京的煎饼也不相上下啊。其实这个离俩地儿离得也近，因为打我小时候就有这种东西就已经在北京。您做这事儿一样你能挣钱，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中国人吃的也挺高兴啊，这老外呢也能接受。哎，如果你控制的比较好，比如你选一个。就是可能5平米、8平米那种小档口能找得到啊，其实能找得到。哎，你就干一这事儿，它也能行。
再不济呢，哎，比如说您是男的啊，您夫人挨家包点饺子，您就把这饺子煮熟了，天天就在店里一煎，您就卖几份煎饺也行。对，但是我们这葡萄牙里斯本呢，因为物价消费比较低，因为我那个朋友说啊，意大利也好，法国都有卖，因为我餐厅卖那个肉夹馍，我们才卖3.55块一个，哎，个儿挺大，肉挺多。说哟，咱这卖便宜了。你说意大利卖8块，法国卖9块，啊，那个尤其说你有一法国朋友，法国的中国朋友说，你这碗面比你这面又少，味儿还没你这好，肉就一丁点儿。哎，法国卖12，你看你才卖6块多钱。哎，我说每个城市不一样，其实6块多钱，我还告诉你，这也是有利润的，利润还是比较可观的。哎，这就都行啊，这都行，您自己考虑清楚。第一是把这个投资成本控制住，而且第二点呢，就是把这个产品标准化。什么叫标准化呀？比如咱就说这意思啊，做这饺子，您说您这今儿这饺子这么大一个，这么大一个，明儿这这么小一个，后儿这么大一个，那这就不行，那你没法算。每天的产品是一样的，味道一样，就像我们餐馆不是有那个肉龙啊、包子呀、啊、什么的，我们那个面啊，面就是一个发面嘛。面就发好了就行了啊，那个不会就慢慢研究，研究好了就行了，发起来。这个馅料，搁多少肉，搁多少盐，搁多少什么调料，每一个我们都要精确到克。就是不管您哪天吃我们这包子，味道都是一样的。哎，这是一个餐饮的小窍门啊。如果没做过餐饮的，想做餐饮的，您先把您的产品要标准化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说合法性。什么叫合法性？刚不是说在你得注册公司，不注册公司不行啊。注册完公司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你找到你这个想开的这个餐馆，这个门店也好，是商业房也好啊。首先它得是餐饮资质。你比如您弄一咖啡店，那就只能卖咖啡。咖啡能卖点简餐啊，比如卖个小汉堡啊，卖个点心，那是可以的。您说您这又煮饺子又蒸包子，或者您再颠俩菜，那不行啊。因为它有涉及到有排风系统啊什么的，一定要找到有资质的这种商铺啊。这个商铺找到以后，你认为价格你满意，你算自己算账啊，一算满意，然后让你的律师看它够不够这个要求，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还有就是在开业之前呢，你得拿着你的相关的资质，比如说这房子是你的就不说了啊，就是拿着你自己的房本啊，这叫咱中国话叫房本啊，这不叫房本，拿你的房本，拿你的营业执照，然后拿你的什么卫生安全这些相关的准备好的东西，到那个相关部门要申请，叫翻译成中文叫开门条，这儿的翻译成中文就是，哎，你得具备，你有拿到开门纸啊，有我们有叫开门条，也叫开门纸的啊，拿到这开门纸你才能营业，你拿不到这开门纸不行。哎，你说了，有人说了，说我们家房子多。我们家这别墅3万多平米，我这扩出一块来弄几个桌子行不行啊？法律上不行，法律上是不行的啊。但是您要黑着干呢，这个咱节目里咱就这么说啊。您说您弄个中国朋友多，您弄一私家厨房，今儿张三家，明儿李四家，或者谁约谁哪个朋友说过来吃一顿，那吃一顿吃一顿呗。那个你就是小的做，小的溜做。但是如果说你这摆十桌，天天车来车往，邻居投诉，那人要查到你这就违法了啊。这个不推荐啊，但是原则上是不可以的。但是你要这么干呢，你要说一天就卖个一桌饭，那也没人理你，你就做中国人，老外也不知道，那也没事儿，就以为你天天家里来客人，这也是可以的啊。嗯，不推荐。哎，拿到开门纸你就可以正式营业了。哎，然后呢，你要到那个电力公司去申请这个开通这个电啊，水电嘛，还有这个煤气啊，煤气公司来给你开煤气。不像说那个在中国说啊，比如你租我的门店，因为我在中国也有过餐馆啊，比如这个餐馆是房东的，他的水电完了你弄一卡，你天天冲去，不是这样的，这叫你名下。如果说你拖欠水电，跟房东没关系啊，这是要注意的。这就可以开业了啊，开业。然后就涉及到几方面啊，就是运营方面。首先一个重要的就是人，在国外可比人在国内可贵。如果你雇葡萄牙人呢，
你就不要那个动这个歪心眼儿，你一定要跟他签个合同啊，因为他们葡萄牙人通常来讲都是一年你要发他14个月工资，但是他只工作11个月。对，这是现在的工资提了，是725了吧？现在好像是啊，反正以前是600多，现在提到725，就是你最少要给他，咱就说我忘了啊，反正715、25啊，就这意思吧。725你得乘14，但是你还得接受他只工作11个月，啊，每周他还得休息，啊，他要不来你还没辙，哎，所以这个你雇葡萄牙人你就比较难过啊。但是呢，既然咱是华语节目呢，这葡萄牙人看不懂啊，葡萄牙税务官也看不上，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就跟你说，你可以雇中国人，中国人呢，你就可以跟他谈。比如说，如果他说我说你需要一大厨，人家有水平，那你就得给人开的工资就高。哎，如果说你做一简单的东西啊，就是包点饺子，就干点刷碗的活，那么简单的活啊，那你可以跟他谈的工资低点，而且是，你可以跟他不签合同啊。但是我这说啊，但是这不提倡啊，但是你可以这么做啊，但是我没这么做啊，啊，哎，你可以给他这样的话，能省去一些税，省去一些那个。就少交一些税嘛，因为那个有的，但是有的中国人他要需要在这儿拿身份的话，你就需要给他报税。比如说，你给他开700多块钱工资，你要给他报一税就是200多，也就是说这个人你每个月的在他身上投入至少1000块钱，而且有的中国员工还要希望提供吃住。如果你要做餐饮的话，吃那就是餐饮，都做餐馆那还能没吃嘛，对吧？住你可能还要给他租房子，所以这个费用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但是呢，我现在有一个，我发现啊，这个尼泊尔人不错，哎，尼泊尔人你就雇去吧，有的是啊。可能未来啊，最近来了2万乌克兰人也在找工作，可能未来可能乌克兰人这个劳工的这个人力可能也比较这个。可能也比较充足啊，因为这乌克兰人最近刚来了，时间不长，可能现在还解决最基本的这个身份问题啊，那个住宿啊、食宿的问题，可能过一段时间这些解决了，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乌克兰的这种劳动力啊会涌入市场，我觉得可能也 OK。刚不说尼泊尔吗？其实尼泊尔人还是不错的，因为尼泊尔人好多尼泊尔人能讲英文啊，而且他们学习葡语的能力可比咱们中国人学的快多了。我认识很多尼泊尔人，他们这葡语说的，反正一个月下来，比如我学3句话，人能学300句吧，就可能啊，就这意思吧。雇这个尼泊尔人挺好，尼泊尔人因为人比较多啊，但是我不提倡啊，不提倡啊，就是我只是跟大伙分享经验。这尼泊尔人呢，你就找他，先施工1个月或者施工1个半月2月，干得好给他报税，因为他们也要报税，所以就。而且尼泊尔人比较勤快啊，而且不偷懒儿，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选择啊，这是雇人的问题。还有人问了，你做餐馆，你这个原材料你怎么办啊？还有这设备怎么办啊？其实这个我就跟大伙儿讲了，有时候中国设备什么的哈，其实中国设备呢，你也可以从中国往这儿运啊，你想想办法，有空运可能费点劲啊，因为它要这东西要涉及。电的话有一个什么国际认证的啊，但是你走什么陆运啊，那个铁路啊什么的，还是能运得来的啊。还有一些设备呢是本地能采购的，还有说了，我这非得要这个中国设备，比如说咱举一例子啊，这么大号的啊，就这么大号的电饼铛或者是面条机，因为这老外不用啊，老外的面条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做的啊，就咱中国那压面条那机，咱中国买那什么样，你比如说吧，我买那个压面条的机器，我一模一样的啊，我淘宝看是560，我在这也买了一个，也560，就换欧元了，就这么个区别。但是快啊，你今儿付了款，2天就给你送到餐厅里了，也可以，也能解决问题。然后呢，有人说这个设备是一方面，还有那个食材。其实设备再多说一句啊，包括咖啡机，因为这个每个餐馆你是避免不了这咖啡，因为咱们在中国人喝咖啡的吃完饭喝杯咖啡的少啊，但这儿外国人都有这习惯，而且在我们这生活的这个中国人啊，现在好多也养成习惯，这吃完饭得喝杯咖啡。哎，
你也得喝杯咖啡，所以弄一咖啡机，而且很多设备，我刚说这些啊，完全你说我不会说葡语，不英语也不行，哎，这我告诉你，这些事儿全有中国人在做啊，全有。再说这个食品问题啊，食材、菜，哎，你看中国超市，先说外国超市吧，外国超市也好，那个早市市场、啊、就是正常的菜，什么黄瓜、西红柿那就全有啊。你说葱姜蒜这全有，因为中国人爱吃的老外没有，比如韭菜，中国超市有卖的。哎，比如说你想吃豆芽菜，你看那个老外是没有豆芽菜的，是吧？应该是吧？哎，咱们也有中国人在做豆芽菜，而且也有几个中国的农场、啊、在种一些咱们中国人特殊的喜欢的菜。还再比如说吧，这个藕，老外这儿没有藕，就是中间眼儿那藕啊。哎，以前呢有冻的，现在呢鲜藕也有了。哎，蔬菜都解决，肉呢？中国人几乎没有做肉的生意的啊，这我知道，有做那黑猪肉，那是往中国卖的，不在咱们讨论范围。这肉啊，就去那个大流店，就是肉店全有啊，肉店可能比超市还便宜点。至于有人说了，说那个有那前两天有人问我说，你餐馆卖那卤煮，你这猪肥肠、肺头什么，你都哪儿买的呀？我说其实到这儿全订得着啊，你去超市你是肯定没有的。你看今儿中午我们烤什么呀？我们烤大腰子，就是羊的腰子带油的。你看你买不着吧？我买得着，其实去肉店可以订到，食材能解决。哎，这些就具备了你开业的这个必要条件了。然后呢，在运营当中呢，你要想几件事儿。首先，你要有一个财务系统收银的。哎呦，你说是不是在外国人得有那个在外国外是不是得有老外我看不懂怎么办？我告诉你，这是咱们有几家这个中国的这种软件还有税务这公司啊，把那个系统都变成中文的了，中文加英文加葡文。你是中国人用你就看中文，葡萄牙人看葡语。你要说这个，可能乌克兰人要以后来工作吧，乌克兰人是基本上都会讲英文的，哎，让他看英语也行啊，你都没问题。所以。这个结算系统也是有比较成熟的东西了，所以咱们华人不用在这上多做考虑。还一点呢，就是要注意的啊，就是税。比如说这个，举个例子啊，一杯啤酒，这税，这啤酒酒水类的这个税是最高的。酒水往下呢，就是食品，哎，有从这个6%到23%不等。比如说这一瓶啤酒，咱就说这意思，举例吧，你比如你3块钱进的，你要卖10块钱，也意味着什么呢？你卖10块钱，你刨3块钱，你剩7块了，你再交23%，你的3块加2块3，等于说你就赚了不到一半。所以你要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就是这个酒水要把价格的这个利润空间要掌握好，别没考虑税，这个卖好多最后全交了税了啊，这一定要把这个注意。而且你每天，你既然为什么我刚说注册公司嘛，你注册完公司，你就有这个，你去买肉也好，买饮料也好，人家给你对开发票，你能冲抵一部分这个税费。啊，再说一个就是，不能翻成外文说的啊，就是咱们中国人，你要说有的朋友来啊什么，或者有的外国人说吃，比如说吃个10块20块，他要给你现金，因为他有一个对账单。你要点那个税号的话，那就交费了，那就是交税了。你要收了现金，其实有时候就可以逃，就把这个税就逃掉了。我说这话啊，虽然不该说，但是这是实实在在的。不是说咱中国人开店逃税，人老外开餐馆他也这么干啊，他也逃税。你看收现金那条一搓，咔一撤，也逃税，都这么干啊。是餐饮去，没有不这么干的，这个可以负责任跟大伙说啊。这个餐饮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食品安全卫生。因为呢，在中国啊，很多那个餐饮什么的啊，就胡来啊，什么过期的呀，甚至说那什么死鸡死就还算中国的事儿，我也不想多说了啊。在这儿啊，哎，就别弄这事儿，过期产品该扔就扔。哎，肉类啊，尤其肉类啊，一定要注意这个保存。比如说啊，比如你在我们家啊，比如我家那冰柜里说今儿买只鸡，说吃吗？不吃了，扔冰箱里都冻上吧，冻上，什么明儿想起来拿出化了吃。哎，这儿不行。比如这生肉类的，你一定要有那个
不能说裸露的一块肉就扔冰箱里冻上，你要不就搁盒子里，要不你就拿那个保鲜膜袋子装好冻。这个肉这个冰柜里要冻了生肉，那你只能搁生肉，你不能说这个炖好的肉跟这生肉搁一块冻，那不行，这是这个不合法的，一定要分开。比如这柜子就生柜熟柜嘛，比如这柜子保鲜柜，哎，你可以搁这个，比如说举个例子啊，说这酱牛肉你酱好了，牛肉啪啪啪你切出几盘一卖，不是还剩一块呢吗？哎，剩一块你不能往那儿，像我们家可能说搁一盘就搁冰箱里，想吃我再切，这不行。要不你就拿保鲜膜缠好了，要不你就搁一个那保鲜盒里头，一盒一盒，比如你有这个，比如你这是酱的牛肉，这是酱的猪蹄儿，你一盒一盒你搁好，这样没问题。啊，蔬菜可以啊，蔬菜可以搁在底下，这没问题，因为蔬菜拿着你要清洗啊，一定不要用这个过期的这种食品或者腐败的食品，一旦出现问题呢，可能后果非常非常严重。如果说有的客人，你比如说你就拿我来说吧，因为我在葡萄牙的华人比较多，华人朋友比较多，比如说谁谁来我这吃饭，哎，闹肚子了。哎，我说人说了，操，哥们儿，你这不是闹肚子了啊？你这闹，因为哥们儿可能人就不理你了，朋友嘛。但是你要说给这个葡萄牙人吃坏肚子，那人家一投诉，那你事儿大了，那你轻则罚款停业，重则就直接让你倒闭，永日不得超生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这卫生，这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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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啊。如果说咱们以后的华人想在这餐饮业要做点事情的话啊，一定要注意这个。嗯，再说完这个呢，我再说说我们这儿基本上啊，我能看到，其实这件事我早就知道啊，跟大伙儿也分享一下，就是几类人群，你做餐饮，如果将来您选择做餐饮这个行业，你要想清你这个你所做的餐饮是面对的是哪种人，比如说。你开这个是就是很小很小一个，就是一小档口的话，你就无所谓了，对吧？因为你成本控制的很低，人工也很少，你卖点中国人也行，是卖点外国人也行，你很容易就能赚到一个比打工赚的多的多的一个收入，这是很简单的啊。啊，还有呢，就是你比如你做，你像比如老房子那种川菜馆，它那么大一个餐馆，一层那么多人，还有露天的那个外摆。二楼有包间什么的，那显然你就光说做中国人，那你就死定了。嗯，一定要做本地当地葡萄牙或者是葡萄牙生活的其他国家的人啊，那你一定要你要做口味上的研究，口味上的调整啊，这是一定要注意的。还有呢，就是中国人外国人，外国人其实就不说了啊，还有中国人其实有几个群体，一个是移民类的，就像中国人这些移民类，还除了移民以外呢，还有一个群体就是留学生。其实我能看到有很多留学生，因为留学生呢就面临一个问题，比如说我说吧，比如我想吃这个，因为我有家在这儿嘛，哎，我就买调料，我就做，我也会做，我调料也有小货什么的，留学生可能不具备，所以说如果你要想将来想做给留学生做一个比如他们喜欢的吃的，哎，那你要也在这方面动动脑子啊，这个是你就是我就说一个这件事儿啊，啊，留学生也是一个群体，但是再怎么说葡萄牙的留学生绝对没有每家澳新的多，所以自己叫投资需谨慎啊，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前面的工作做好，如果你把前面的工作做好，把你的产品弄好，把卫生搞好，我可以负责任跟你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去运营它就好了，只要你努力，只要你认真，你一定能赚钱，只是赚钱是多与少的事情，对吧？有人干一个月能挣30000，有人干一个月能挣300，那就区别就在这儿了，哎，但是呢，你不会为那些节外生枝的事而发愁，为什么？因为我清楚，因为我是北京人，我是在中国长大的，在中国你想开一个餐馆，那你要面临的事儿多了。多说两句啊，比如说我在北京那时候有一个1000平米的餐馆，今儿税务来了，那怎么回事啊？撇着大嘴啊，那嘴要没有耳朵能咧对了环都得，那不是人的样子，真的，呸！我都想啐他们，你知道吗？气死我了！税务跟你聊聊，城管，你这怎么回事啊？你这怎么回事？谁让你弄这灯箱啊？谁你把这拆了？哎呦，这那副臭嘴脸啊！
臭嘴脸，我现在想起都恨得慌。还有什么，食药监的，哎，就各种事儿啊。啪，两条中华，请他们好吃好喝来一顿。哎，哥们儿，你这样行了啊？以后你这有事儿说，哎，就给你加个微信。完了，你逢年过节给他送礼去，恶心之极。这儿没有啊。还有北京，你看北京首都吧，反正我也好几年没回去了啊。还有那个当地那个叫什么？所谓的黑社会吧，所谓的舔着脸，他跟我头说他是黑社会，上我这收保护费来。那会儿行，我说你收我保护费，我没收你保护费就不错了，跟我耍流氓啊。这些都是在国内的事儿，咱们就一带而过吧。在这儿您踏踏实实的开您的生意，只要你把前面的手续办好，卫生你按照要求做好，一切没有人会找你麻烦，没有人说得递两条烟啊，隔三差五给人送张购物卡，天天见人哎呦跟孙子似的，没有，踏踏实实的干，合理避税，交你应交的税务，哎，你的生意没有问题。所以我个人认为啊，因为作为一个在中国做过餐饮，也在国外开始做餐饮的人，我用我的实际经验告诉您，哎，这做餐饮，只要你能按我上述的做到，没有问题啊。今天就跟大伙分享这个在葡萄牙生活的话，您要想从事餐饮行业，您需要注意哪些，要小心哪些，有哪些事情，我都今儿跟您说的差不多。如果有没说到的呢，您可以在我们那个视频下面留言，我可以给您回复，好吧。那今天就跟大家说到这个从业之餐饮篇，下面的节目呢，我会录制，比如说这个，其他行业吧。现在先没想好呢，主要是没想好。等想好了，我跟大伙儿再拍。但是大概脑子里已经有思路了，回头再跟大家分享。好，谢谢大家。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还是老话啊，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请记得点赞、订阅，并且点亮小铃铛。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期再见，拜拜。世界是守恒的。男女，黑白，天地，得失，英雄与魔鬼，正义与邪恶，作用力与反作用力，讲义气的真朋友与唯利是图的假朋友。在里斯本的这些年，命运又安排了我与这里的很多朋友相遇，我们一起出海钓鱼，打猎，烧烤，谈人生，带孩子，大家一起为了下半生还能遇到相见甚欢的朋友暗自庆幸。我们在异国他乡彼此帮衬，曾经做过演员的我，喜欢这里的山山水水，更喜欢那些鲜活有趣的角色。